妈妈，咱俩拍个视频吧，指定能火。嗯，拍啥视频呢？这一会儿我出去把门关上，你喊开始我就进来，啪出来给你1000块钱，然后霸气的说想怎么花怎么花，免得大家说我对我爸好不对你好。今天咱就给大家证明证明，好不好？行，我看行。真是吧，你没有那么多钱。嗯，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还差多少啊？900。小意思，我有啊，我借你不就完了吗？给吧。好，那你别忘了啊，一会儿你说开始我就进来。行。开始。有人。姑娘，开始。开始啦。哎呦我的妈！给这个月生活费啊，就剩1600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。妈妈，要不我帮你凑个整吧。我就等他这句话呢。嗯，给，拜拜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正好你就剩1500了。你俩要是这样的话，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就吃素吧啊。其实我们两个刚才跟你闹着玩呢，其实啊，我能让生活费变多，你信不信？你骗谁呢呀？哎呀妈妈，你要是不信的话你给我来。 Later。 你看那只有4条边，每条边上有多少钱？600。那把这个放这，这个放这，那这回呢？还是600呀。那这100是不是就多余了？嗯，这个放这，这个放这，这回呢？还是600呀。那这200是不是就多余了？那把这个放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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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回呢？还是600。那这400是不是都多余了？啊，那这剩下这点钱，咱俩要一半不过分吧？不过分是。这个能吃肉了不？能吃肉了。这我采访你一下，你觉得你幸福吗？嗯，幸福啊。那我怎么感觉我不幸福呢？妈妈，你一年工资多少啊？6万呢。那你买那个车呢？10万呢。那这个房子呢？问这些干什么？70万呢。你的欲望大于能力，你能幸福吗？我可是人他总得有奋斗的目标吧。那我还想带我了无牵挂漂泊四海为家，看看天山雪莲，走走大漠黄沙呢。等你了无牵挂，嘴里基本没牙，你想云游天下，奈何耳聋眼花，别说四海为家，只能门口留。我妈妈，没事洗洗睡吧，梦里啥都有啊。我才20出头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呀？妈妈，你管29叫20出头啊？啊，嗯，那不是20出头，那叫20尽头。东西，你脑子是丢了还是怎么了啊？人家问一只鸡一天下一个鸡蛋，5只鸡5天下几个鸡蛋，这不很明显吗？是5个。不对，不应该是25个吗？他怎么算他也不是25个呀。一只鸡一天下一个鸡蛋，那5只鸡一天是不是下5个鸡蛋啊？那5只鸡5天是不是应该是25个？没错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脑子丢了，我脑子丢了。你不是丢了，是压根就没有。没关系，妈妈，我不嫌弃你，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。天大地大，父母恩大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接下来我要送你一首歌，我的老父亲。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！一天天的，你总想着逃亡。那我问你一个，嗯，猪八戒在上是神仙，那在下呢？那还用问呢？那在下是猪呗。
最终还是没躲过去。你别看我，你看题，这题怎么做呀？嗯，是你说话能不能有点底气呀？在那嘟嘟囔囔说的啥呀？遇见问题就说不会。我让你说话有点底气，大点声。老娘不会。从这么小把你养到这么大，你说你得花我多少钱呢？停停，我给你算一下啊，不一定谁占谁便宜。我从退休开始啊，每月开销吃喝钱，亲情人们散心钱，老哥老姐份子钱，身体年年检查钱，合同感冒吃药钱，身体不好营养钱，生病住院护工钱，年龄大了还得要保你钱。那我还天庭，你是不是想说你还有你的老保钱啊？你去姥姥叫的那本都找不着，你还要啥钱？我对我好点吧。那你爸不用钱呢？我爸有我呢。Nice。妈妈来找小姐。姑娘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嗯。不要钱，啥都行。那我不要钱，那我要衣服行不行？你说啥？我说我不要钱，我要衣服。不是这句，上一句。嗯，我说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没得商量。果然失败了，让爸爸来找小姐。姑娘，是不是我妈让你来的？你说吧，这钱我要不给你，你能不能挨揍？有可能。那我要是给你的话，这钱是不是就等于水飘飘啊？那我还是挨揍去吧。等一下，爸爸。嗯。给。你不用这么多啊。嗯，给爸爸都给你，剩下的钱我去给你买酒喝。那你有爸爸。过两天我回来的时候，正好路过姥姥家。你想吃点啥不？我给你带回来呀。不用了，妈妈，我什么也不要。你也别去姥姥家了啊！别给姥姥添堵。我干啥了？我就给他添堵啊！你什么也不用干，看见你就堵。我就去，你能咋的？你要非要去也行，别忘了替我给姥姥买点好吃的啊！看你对姥姥这样，我还挺开心，挺感动的。就是不知道等我老了以后，你能不能也花钱给我买好吃的呀？能不能花钱给我治病啊？能啊。那要是治不好咋办呢？我花多少钱都给你治啊。那你要是钱花完了也没治好咋办？我借钱给你治。那你要是借钱咋的？你铁了心要走啊？那也行，我就不给你治了。这也满意了吧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，给你200块钱，情人节到了，明天去买身衣裳，再把你最喜欢的表买了，祝你情人节快乐。你也是，买套护肤品，把你最喜欢的车买了，别苦了自己。你跟我闹玩呢？这200块钱他能买啥车呀？不是你先跟我们闹着玩的吗？我，行啊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永远叫不醒的就是你们这种装睡的人。哎，你看我、哦、这咱先不说它好不好看，这能花几个钱呢？你别小瞧了它，这我花400多块钱呢。哪尼，那可挺贵呀。那必须的，套了200多个圈才套着它呢。要不是我水平不行，我15块钱就能把它拿下，15块钱就能把它拿下。